画个线吧，好吧，我给你拍个照片，画个线，然后大概告诉你我们坐的位置。好，现在这样45度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面部的一个高光线。好，来，这边。嗯，还好吧，不紧张。然后这是，我觉得整容是为了让自己更好。他这种花销，并不是说我吃一顿那个，买一个 LV， 买一个古奇。然后就只是好看不实用，对，我觉得这样是让自己变好，从内到外自己给自己了一个更大的机会。嗯，如果自己有了自信，我觉得会在职场上或在生活中就会有更大的变化。感觉脸鼓起来了，就是该起来的地方起来了。但是我行吧，但是肯定是有变化，但是没有预期的那么完美的。这个就是，这是我跟他做之前的样子，这是我做完了以后的样子。微整类的，包括像打打针呐、啊，像做仪器，我是时常做的。我把它当做面膜来使，我连麻药我都不敷啊，真的特别神奇。你就能留住你的岁月，你不会衰老，是真的。对，好。